认为家己是人才，当作别人是奴才，定义家己是戆才。情路无反悔，不相信待阮的人来反背。誓言风中飞，找无一句安慰的话。夜夜孤单过，才知影伤心的人无路通退。你不是暨仁医院的外科主任方思瑶对不？近前卢桂芬的医疗纠纷是你处理的嘛？安尼讲，你不就是钟伟哲的太太？是啊，我是。伊是我好姊妹啊啦，我妈的代志拢是伊咧斗相共的。而且伊嘛请上好的律师，今仔日阁专工陪我做伙来见你。阮就是希望，阮就是希望，阿姨，你明仔载伫个法庭会用替惠萍阿姨讲好话，因为你的证书哦，对审判结果真重要，有关键性的决定。小婷，你希望阿姨安怎做，你毋得甲讲。伊唔只会知影安怎做，对你妈妈是上好的。其实嘛，无要特别要求你什么啦，只是希望你会当站在阮妈的立场，替伊小想看卖，就是讲出当年的事实，安尼就等于是咧甲我，还佮阮妈咧斗相共啊。小婷。我知影你上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江惠萍会当交保出来。我了解你心肝内，嘛认定江惠萍是你的妈妈。不要紧，为着你，我会放下过去所有的恩怨。只要你欢喜，妈啥物拢愿意做。对啦，小婷，你家己哦，要注意身体健康哦。有心的人哦，会感觉较忝，食物件要注意营养，莫好好休困，知无？我知啦。啊，最近天气确实有较凉，你家己有哪照顾你家己？真歹势，因为阮还阁有其他的代志，无阮就先来走啊。天气有较冷啦，潘小姐，伊小恩恩。我会记得你早顿甲伊领导领太少领吼，再讲这是你上爱蓝色黑咖啡。多谢。大嫂，多谢。我再该开会啦，还赶去公司上班。你看我陪伊四号去便衣会诊。还佫有啦，你即马佮伊停车场，我教你安怎把车开出去停车场。
好。赵医生，今麦厝内底干那剩我无别人啊，你莫搁假啊！赶紧讲，你假这个病到底有啥物问题？真正有够可怜的，我都讲话啊！你不是上高甲我呛声，上高教死我，我即马足怀念听到你的声音呢。紧的啦，再讲两句话给我听看卖啊！安怎？什么拢骂袂出来啊？安尼我的耳孔总算会当较清净啊！真正是天公伯有保庇。老实讲，我真正无希望你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更加无希望瑞丰逐天看到你。你若是知影好歹，就赶紧离开。啊，若无，我保证你以后拢无好日子通过。不如趁瑞丰即马上班，你赶紧离开阮家，好不好？拢伊无法度讲话啊，更加反抗我。姐姐创造，小安娜姐姐到底在碰一点点？小安娜姐姐的病人红红啊，刚有哦，我拄才在保养品给伊小看了，可能是伊对这个白醋过敏，等下就无代志啊，有啥物好大惊小怪？无说你把这个杯啊弄破，去挂掉，又搁可能到我家来啊！你莫调转移话题哦。我问你，你拄则是毋拍阮姐姐？你讲啊！你若毋讲，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姐姐，你免惊。有我伫咧，我会保护你。行，咱即马来去病院看医生，莫阁留伫遮，互这个歹查某欺负啊！医生看煞，我则阁带你去看彩虹哥哥。行。对啦，赶紧带医生出门。赵医生，你莫袂记啊！即马你的男朋友是柯展宏，你莫失语变失忆啊！恁拢无人，你会当放心甲我讲，你看病是真的，也是假的？我哪问这种问题啦？姐姐，你拢已经，我还阁上可怜就是长风哥哥，伊即马互人关伫看守所内底，大家女朋友阁得着失语症。伊还阁毋知影，我即摆心情真正足乱的。不管安怎，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的丈夫救出来。而且我嘛有甲自己哥哥讲，伊讲伊嘛会甲咱斗相共的。
姐姐，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吉吉哥哥有跟我说你的喉咙受伤了，所以暂时没有声音。你要保护好你的喉咙，这样子才会赶快好起来哦。阿伯，医生现在到底是怎样？伊敢真正袂讲话啊？医生安怎讲？讲什么时阵好看？我予医生看啦，医生讲这种病需要时间慢慢恢复，嘛要看姐姐的状况，才会当评估。也毋过，我袂甲陈宏讲个清楚，陈宏较早若是看到医生，一定就着急嘞。医生，也毋过咱袂买食个物件予陈宏呢。我呢，恩恩，你先带妞妞去买食个物件，我甲医生先去办白花。稍等呢，我即马要来去拍一只死缠烂打的臭家抓。家抓，家抓伫咧倒位啦？臭家抓，你都莫搁避啊！你当作阮拢是笨蛋哦、喔？自开始伫咧白衣，就一直跌，一直跌，跌到即马，到底想要跌阮跌到什么时阵啊？你叫是讲我会跌啊？那不是瑞峰交代我爱照顾你，我是安怎要跟你啊？我是暗中在关心你。谁在你？非得哦，你若是敢伤害阮姐姐，也是讲刁难伊，我就去甲哥哥告状。到时阵哦，就让恁阿来听话你。唔相信哦，就试看卖啊。是。是。行。你伫个遮过了好无？敢有啥需要我甲你斗相共的？大静啊！无啦，我伫遮真好啦。啊，前几工妈有来讲，伊小发生代志啊，伊小你先啦。自从姐姐出车祸了后，伊就向忽然间就袂晓讲话啊。医生讲，伊这是一种身心症，可能也是因为压力太大所造成的。你莫烦恼我，会当娘在乡里前辈才是上重要的。我会照顾我家己，你伫个内面嘛爱保重，我绝对袂放弃替你找证据，让你赶紧得到自由。好啦，我无代志啦，我顶多是你啦，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。我是清白的，我相信我真紧就会倒去啊，你咪赶紧好完再吧。哥，我咪替你照顾一下姐姐，我已经大汉啦，咪应该照顾别人啊。妞妞，你好棒啊，安尼过得我都放心啊。就讲妞妞。你咪代替过，好我友好爸干妈，咪好因我变来受灾无？嗯，我会。娘娘真棒啊！张宏，我已经跟鲁叔讨论过啊，只要找出证据，证明讲你甲遐个走私的人无来往，佮加上一挂事迹，应该就当还你清白。我相信真紧，你就当离开家。爱在歹条条。
什么一生中。我已经跟鲁叔讨论过啊，只要找出证据，证明讲你甲遐个走私的人无来往，佮加上一挂事情，应该就当行李清白。我相信真紧，你就当离开家。是啊，张宏哥哥，你无任何前科，而且也无甲遐食毒的人有交叉，你走私毒品的理由哦，根本就无成立。那照安尼看起来，你应该是被人陷害的。关于这点哦，我会甲检察官提醒的。而且我已经找阮妈斗三工啦，较等下我嘛去找阮迄个卢潇潇的代表阿姆，因为是证明代表，熟悉的人较侪，无你较对你较有帮助啊。多谢恁大家啊，这么尽心搞斗三工，也是讲这段时间过来麻烦恁大家替我照顾一下，唔通我病情继续恶化了。长虹哥哥，这是姐姐改了几暗的如意节，希望也当保庇你平安渡过难关。代表的助理不是讲伊黏伊就来啊，但到即摆连一个人拢无啦。阿伯，无你卡，阮阿姆搁你开会啦，咱搁等一下。阿姆，助理小姐，歹势，阮阿姆刚无闲耍。歹势啦，伊即摆甲一挂重要人士开会，啊，你敢需要搁加一挂茶水，还是恁搁要用一挂点心？啊，我拢已经啉水啉到拢走两届本色安尼。唔免啦，歹势啊！敢会使麻烦你叫阮阿姆较紧嘞？我有真重要代志要找伊。好，我会甲伊转达。而且足无聊的，哪会到即摆拢还袂出现啊？阿伯，你是去创啥哈？这是幼幼班的呢，啊，你算有啥物好算的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唔是安尼啦，安尼我倒去啊，你是？唔是啦，就是安尼啊，安尼唔才好看，对吧？包括迄个卢桂芬哦，就是挑工让咱店家等，根本都无想要甲咱见。阿伯，为了展风，哪会靠恁来？哎，我都讲我卖啉茶啊，谢谢啊。袂胖，唔是啊，阿姆，你总算是无闲煞，阮有真要紧的代志，想要找你啦。歹势，歹势。哦，今仔一透早吼，都超无闲的啦。啊，我一入来，迄人客一定来啦，我拢无时间哈啉一喙仔水嘞。时间咧，八一年就过去啊。啊，恁刘小姐，等一下麻烦司机吼，把车开来门口等我。是。啊，你拄仔讲有代志哦？因为我等一下佫约一个生理界的大头家要见面啦。啊，无安尼好无？我伫车顶还佫有淡薄仔懒散的时间，咱伫车顶讲。你讲柯展宏无甲一寡甲有毒有关系的人做伙，这嘛着爱等紧调单位，因查好清楚，因讲的毋才有准算，毋是恁讲的就会用的啊！你即马叫我去甲斗三工，啊毋着等于叫我去指挥警方办案，迄时间若是互知影，人是会讲我关税呢。
安尼代志是愈误愈大条，有理就讲袂清楚。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熟悉到一款高层的人，你会使甲警方的高层提醒一下，查红这个代志哦，一定要查好清楚。来查好愈清楚，对查红愈有利啊。阿姆，我拜托你啊，甲查红斗三工啊。好啦，我再考虑一下。代表，你哪会用把车停落来？我毋是甲恁讲过啊，我甲一个大老板约好，要去讲阮头家金山理事长的代志。我相信恁应该无方便，嘛会感觉足烦扰，所以麻烦你倒了落车。啊！不过罗代表，今麦外口拢在落雨呢，而且这附近也叫无车，也无庇护的所在啊，敢真正落车压雨？嘿吼，外面哪有可能予恁压雨啦？这做事大的人应该都要关心时辰才对。啊，拄好啦，我后头有一支雨伞，无先予恁提起用啦。啊，恁免跟我客气，唔免嫌我忘记。落去拿雨伞伊。子琪，看完我再跟你联络，看咱明仔载要在倒位讨论客栈房的代志，看要怎处理。阿伯，咱落车。才叫我吐回来，干不赢你！看来罗小小代表，你实在是有够超凡的，还来跟我欺负，我笑死你了！饮水砸掉，吃饭加掉，大家闭嘴！放掉，哪闭嘴，干闭掉啦！我笑死你，吃饭未消化，黑糖直直去，变做一个大问题。无代无志，叫恁爸妈来做健康检查。我等下搁要去踅街呢。今仔日哦，是我上爱的品牌静心活的日子。恁若是害我无买着我喜欢的物件，是要安怎啦？妹啊，啊，这嘛是为着要弥补咱甲因的关系，你着较忍耐一下。啊，你无看，我伫甲恁爸报告这件代志时阵，伊一直学到咱做来真好呢。敢讲？你无想要李文章跋转去倒？好啦，无安尼啦，小等下，因入去检查，你就是去踅街，啊，其他的交我处理就好了。那安尼，因搁要偌久啊？若毋是惊阮爸抓到，我根本无想要搁等啊。来啦，哦，耐心去。阮爸因来啊。爸妈，阿玲奶到今晚才来。
你当作我玲玲无代志做哟？你老爸还佫上班呢，哈？我外赶紧的，你看伊安尼下班，迄衫都无换，我就甲救来啊了。做警卫啊，有甚物好诶？是赚偌济？规气莫做好啊！若是让病人知影，阮大官伫咧做警卫啊，真正是假消息。我做警卫啊，有甚物好假笑？我甘愿做去吃，我就袂甲你分甲一千五。好啦，爸，佩佩哦，伊毋是这个意思啦，伊只是较含慢讲话，伊是毋甘你这样操劳。嗯，好啦，检查时间哦，要卖符啊，咱行啦。卖符是恁老的代志，跟我有啥物关系？我若歹看到恁两个哦，我就卖几百岁啦。若卖几百岁哦，我就健康吃百里啦。爸。你莫安尼啦！你若是无做检查哦，我对阮丈人真歹交代。啊！哈哈！啊！你今日叫我来检查，就是要甲恁丈人交代呀！哈哈哈！你甲看卖，恁饲到这个后生有啥物路用啊？啊！行啦，来转啦，巴肚枵啊啦！哎，小等下啦。啊，你嘛替我讲一句好话，这个健康检查哦，嘛是替爸妈恁的健康设想，莫教阮遮做事实哦，得记起啦。你做人后生做失败呢，唔是干那含慢做人尔，佮含慢讲话，对不？啊，你就安尼好好讲，倒话甚物你交代唔交代，不管你老爸在生气，干那请叫我替你讲好话，我好话讲到就要了伊啦，唔知要讲啥。你过来。后生含慢讲话，也是咱管教无好，对不？伊的意思是讲吼，啊，顾咱翁仔某的健康。啊，伊讲对因丈人有交代吼，迄就是金党的好意啦。啊，咱即摆若无检查吼，安尼也是去切到金党所长的意思，对不？啊，毋做无礼貌的，莫生气啦，伊来检查一下啦，拢你啦。一句讲都袂晓话，你莫怪恁老爸咧歹性地啊！伊为着要来做健康检查哦，从下早到即晚无食物件呢，安尼袂歹性地哦。爸，我知影你无介意我，那安尼你就要较配合的。若是阮爸欢喜，我就会当倒去阮家住，你就袂生气啊，我嘛会较欢喜啊。你真袂忘呢，啊，真正有影无大无细，你讲这句话啥意思啦？啊！莫生气，莫生气，莫生气，莫生气。哦，气派性命，对不？咱这个岁数，插插伊迄款的，哎呦，人讲吼，要甲前公的小妹，歹过迄个三八的讲话，对唔？你徛踮遐兼讲几句啊，无人会讲你下狗，啊是要行袂啦？等到巴肚枵，我一直倒起来啦，警察伫倒位，咪紧带来去。这边啦，来，爸。来我就有感冒了，有感冒了，莫叫火，行行。前辈，哪能话嘞？好了，你先去洗脚啦，我穿起就好了。安尼以后是要安怎？恁免惊啦，规日恁翁嘛无住伫咧恁家啊，应该袂常常转来。搁再讲啦，咱嘛是会当伫外口约会，我想哦，应该袂安尼啊衰，常常去拄着伊啦，啊？啊，不过咱安尼偷来暗去，我压力就大呢。老婆，你还佫一车啊？就是把所有的代志全部拢讲出来。若恁翁要甲你离婚，我随时拢会拍开我的双手来欢迎你。只要你莫放弃我就好。你嘛知影，我真无简单啊得到我五万遐尼久的幸福呢。假使讲你若无爱滴我，就等于是害我为天堂滑落去地狱。你应该袂对我遐尼残忍啊吼。哎呀，当然袂啊，我也是这个意思啦。我只是
真正唔知影要怎做才好。好啊啦，你莫阁想这个代志啊啦。我哦，带你出来要收囝，顺便哦写聘一个啊。你哦，着欢欢喜喜买物件，家遐哦无欢喜的代志，全部拢放袂记啊。佮真正遮好看，贾玉敢若无啥物好看的衫，若无就趁即个过年，好好替伊打扮一下好啊。小姐，请你放手，这是我要挃的。啊，毋过是我先看到的，所以哦，应该是你先放手。是啊，这位小姐。这物件我买滴啊，麻烦你去算吧。你嘛较差不多诶，我是安怎要见你无要滴的物件？你嘛收超过哦。来者，坐坐。我有点气啊，无咱卖滴些。再有个别项啦，为滴你是要买给我诶，别项物件嘛袂歹啊，吼，呀。哎，你要搞到三港准多算，你搁爱玩牛伊，我才不爱嘞。我就是要这条。你讲你要这条就要这条，我偏偏不爱让你。哎，你竟然敢跟我抢！你敢讲我是啥？我嘛是代表卢桂芬。请实在去坐记者的，是该我就答应讲你这款二百行为，互你写出来。啊，谢你的，若是了唔对人，互报纸、报纸啊，刊刊出来。你就是新闻，啊！你就红了。原来你妈就是卢桂芬哦，伊即马已经足红啊，也毋过你敢知影是啥，互伊遮尔红？就是我。你妈妈伫咧这林北乌白拍人，这林北伊是阮家的，嘛真拄好。迄记者会是我开的，卢桂芬嫁出来查某囝，真正是无气质，阁无教育，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迄领带啊，送你啦，你已经崩过啊，送我吼，我阁无想要挃嘞。果然是老代表的查某囝，无气质，阁无教育。请问这位小姐，啊，你是对住你目睭看到物件是我牵的啊？只不过是一间便宜的餐厅，看到卖书家己是我了了不起同款。看你这样臭屁哦，我真正足好奇的，到底你这款查某人哦，读开底啥？想袂到我物件是牵过尔，我有听到回音呢。哥嘞，你这个人哦，头壳空空。你敢骂我是头壳空空？好歹要讲一遍，真正是白目够蠢。小偷！哎哎哎！哎，你怎么找我妈呢？哎，就快点！好啦，哎，赶紧走！哎，好，赶紧点，有话好好讲，好不好？快快啦，好啦，哎。看你这个嘛！给倒三个，给倒三个！袂紧，我知影啦，我连要教，免等落课等我，无要紧，我连教吼。快点，快点！你敢不是陪陪？哎呀！哎，收收来！快点！啊！你那直接跟人冤家啦！我唔是跟你讲过，恁大哥咧做全身检查，你也全程陪伊。啊！你谈只真正下死下证。啊！恁这年陪伊，唔是真辛苦，
想要做家己的千金，无医无好，佮放伊出来啊！我看你病医哦嘛，两公两公嘛，小杂毛，行！你干什么？你还佮乱卖衫？随去陪恁大官，啊若无，我就无认你这个查某囝。爸！免爸啦，进去。下晡瑞峰打电话跟我讲，伊甲姐姐看我回来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去看姐姐的房间。家家电来挂这个表啊，伫个面顶装监听器，就当听伊讲的每一句话。若真正是伊陷害展宏的，我着唔相信，伊拢袂讲出来。有一个保险箱，凡是会有瑞丰伊威胁公会人的物件，若是会当摕到手，就会当替孙导赢一套啊。受创，我今嘛就好好替伊治疗。这家伊创啥？放手！医生，你安怎吧？杜瑞峰，你刚才会晓维护赵医生？你敢知影？我拄才回来的时阵，看到赵医生伫咧咱的房间抄物件，伊根本是一个贼啊！我问伊是安怎要离开，伊嘛讲袂出原因。你搁这么关心伊？你应该报警给伊两下。唔通将啥物歹势歹条条，讲啥物伊心中。伊根本是一个贼啦！我问伊是安怎要离开，伊嘛讲袂出原因。你搁这么关心伊，你应该报警给伊两下。医生，你意思是讲你发现阮堂母无关好，所以替阮关起来。佳佳，你即马知影原因啊吼？你明明知影医生无了表达伊要做啥，你应该较有耐心的啊！你还对起我人来受伤，你知无？你就是讲只有你赵医生会较假可怜，瑞丰和赵医生骗到玲珑社，我只会当先过一个。才找机会跳破赵医生真正的目的。我要哪知影，伊到底是要创啥？
来我的房间鬼鬼祟祟，我就是讲拄着贼啊，我的出手唔只会较重，我嘛互伊惊着，所以无想遐济啊。医生，你免惊啦，我讲过，你得安心在遐休养，我会甲佳佳讲清楚的。佳佳，大家拢是一家伙啊，既然住做伙啊，就要互相照顾。我希望以后你较注意的。医生，无代志啊，等伊帮伊休困。瑞芳，我的胃拢足痛的，可能是进前洗胃流落来后遗症。你替我去买胃药好无？佳佳，你莫规工咧乌白想，叫胃胃痛啦。好啦，我替你买药啊，你先好好休困。赵医生，你伫个阮家绝对是有问题。我一定要逼到你主动搬走，莫逐天住来遮找我吧。佩佩啊，我咧扫涂骹，你是无看哟？你脚嘛小煞咧安尼。妈。你去扫别个所在啦，我即摆咧专心擦指甲油。我若是擦无好势哦，我的心情就会足歹，我就无法度去想展宏哥的代志啊。展宏的代志，甲你擦指甲油有关系哦？当然嘛有关系。我若是无装好水水哦，我的心情就会足歹，我的心情歹，我就无想要出门啊。我若是无想要出门。我就无法度关心展宏哥的代志，你看，这影响是毋是足大啊？妈，我甲你讲，这个叫做蝴蝶效应。哼，啥物蝴蝶迄我唔捌啦，我敢若知影讲哦，厝内底若无摒扫无清气哦，会有家蛇甲狗牙规大堆啦。啊，你若唔惊许狗牙卷去哦，我紧啦，只要我卖扫，我来扫后壁。哎，妈。嗯。哎，你创啥？我要画图，这是我的功课。你要画图，是安怎袂伫咧房间画？走出要创啥？你看，你害我擦到边仔去呀！我嘛毋是超工的啊。哦。你这个囡仔，真正有够无大无细，你敢应出应字哦？你即摆，赶紧变鬼嘞！我袂，我真无爱鬼嘞。你无要鬼哦？那安尼好啊。你若是无要鬼，我就袂叫你的大哥哥，予伊继续关伫个内底啦。这嘛较差不多的，我若是无叫你起来，你不准给我起来。妞妞啊，妞妞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你闲哪啦？啊，无代无志，跪到这。伊拄只后走来走去，撞着我，害我差点啊跌倒。我着叫伊跪伫个遐，要训练伊的定性。若无吼，逐天伫个厝内底走来走去，真正有够烦的。规日遐较安静啦！啊！你敢超过哦？啊！你敢夹阮妞妞？阮妞妞自细汉哦，我来饲到大汉哦，莫讲甲拍啦！大声甲骂甲伊讲话，安尼我就唔甘啊啦！叫伊带跪，伫当时阮查囝，互你来教哟！妈，我来替你教囡仔呢，你莫这么生气啦！嘿，我教囡仔，我唔死啊！应该袂遮尔啊紧啦，上无搁十年。
是讲嘛对啦，讲了真好，我有影含慢教囝，唔知会教到阮的弟弟吼，目睭唔知是青盲啊、土雷才去娶你这款。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警告一下，你踮在阮家吼，安那摇摆安那唱秋，我拢会去吞论输在你。只有甲咱扭扭，你袂用甲我卡着。你爱知哦，那论辈分吼，扭扭是你的小姑啊，小姑顶大家亏，你袂用去欺负伊。囡仔就是囡仔，我是安怎袂当管教？小姑又搁安怎？连你哦，我拢无咧惊啊。搁再讲是一个背叛囡仔。你做这个新妇，我那做了真有气吼。亲家，你来哦。爸。免叫。我袂惊到门家口，就听你对恁大家安大细声。你是糟糕，无大无小哩。爸爸，唔是安尼啦，我会当解释。对啦，啊佩佩哦，伊本来讲话就较大声，伊唔是超过伊咧教阮妈大细声啦。佩佩是伫当时讲话大声。行啦，伫阮家就袂过来才对。我家己的查某囝，啥款人我知知咧。是嘛，等下小可意思，你修改，你修改。啊，你上真假哦，爱逐工食，保养身体。来来来，我你安尼才关心，你才无用着安尼吼，金卡玉宝破加功能，搁炸炸物件来，谢谢哦。哎，讲起来实在真歹势啊！我这个查某囝吼，自细汉都无妈妈，啊，我搁想甲生，才无甲教育我好势。才会对你这个时代这么尊重，啊，此后就唔忙，请你安尼顶头啊，搁加教起。无啦，亲家，吼、哦，你看我想有啊啦，我哪有才调教恁查某囝？我惊我无迄个分量啦。啊，老人讲话啊吼，人都无爱听，啊伊无爱听，我嘛无伊的办法呢。查某囝出嫁哦。拖出去的水，即嘛是，伊是恁家的人啊！啊，看亲，你要安怎甲管教，要安怎甲骂，要安怎甲处理哦？无要紧，事在你，我这个做爸爸的绝对无第二句话。爸，你掂掂，亲嘛，咱讲真个啦，因今早恁叔哦，头子尾。亲家都拢无同意，啊，讲实在，我嘛无同意。但是到落尾啊，因两个嘛是结婚啊。啊，人讲一片随俗，即马因是你的新妇，伊就要照恁家的规矩行。所以亲嘛，你千万一定要教好教乖，啊那无哦，即阵的婚事就真正危险啊。亲家做人做明理的，是讲你话慢慢讲较沉重啦。你讲安尼吼，阮颠倒歹势咧，我才想讲吼，要甲你回一个实底。你查某囝吼，是孤查某囝呢，安尼掌上明珠哦，安尼笑咪咪哦，宝咪咪哦，啊嫁阮迄个后生，哎呦，阮都含慢嫁，嫁甲迄个捡角的。那因两个即马都结婚啊，但即马搁讲啥嘛无路用，对不？对对对。总共一句啦，就真正爱拜托亲。千千万万爱甲教好教乖，假使讲伊若唔听话，你做你甲我讲，我绝对会好好甲教死。会用甲你讲的哦。啊啊，安那安尼，无就较歹势呢。啊，甲好亲家拜托着啊，我尽力啦，我试看卖下咧啦吼。啊，对啦，其实我今仔日来吼，我那话要甲恁讲。好，啊都。关于詹英哥哥的官司啊，我已经有请上好的律师来替伊处理啊，这恁就免想烦恼啊。亲家哦，多谢你的大恩大德哦，让你安尼替阮来走状，阮老公若无代志出来吼，我带风啊吼，登门来甲你说多谢。得，免遐客气，免遐客气，迄个家己的人咧说声多谢啦。谢谢哦。啊，无，就莫甲恁杂做啊，我先来走哦。无啦，一逝工来啊。
我煮一顿饭请你啦，我即摆来传。大伯，你啊功夫，你啊功夫，我真正有代志，我爱来走。安尼哦，我送你啦。爸，我送你。免，我甲你讲，我会不三时来甲你监督，你家己皮都变样安。在前阿未讲你有较乖进前，你就乖乖甲我踮咧遮。亲家呀，孙家呢？好的，很好。来去哦，来去哦。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道理啰嗦，够烦的。哎，伊那人暗时够唔困，早暗时第一点是啥物跳绳、伸扯铃，吼，真正有够差，差到我无法度困。我来去困。今晚免困啊，真晕呐！后摆还困足久的呢。我这大家吼，对你这新妇是足秀，我拢无落井下石。他拄啊，恁爸爸来吼，我有手下留情。啊，兼讲一句呢，你甲妞妞发规个代志，我无讲哦。啊，无你咧叫啥面相？妈。别生气啦，妞妞，哥哥甲你回事嘞，哦，啊皮皮吼，伊都唔敢甲囡仔做伙，唔知影要安怎甲囡仔斗阵啦，我会阁好话甲伊讲，哦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未生未富，嫁囝师傅，宝贝，唔免惊，我甲你讲，后摆吼，拢唔免娶迄个三八嫂啊。有什么代志跟妈妈讲，妈妈让你做靠山，哈、哦。你不是要画画吗？不要理他，咱来房间画，看你要怎么画，哈、哦。囡仔人就是爱加运动，你爱跳跳什么草林呐、啊，你咧跳绳呐、啊，咱拢用尽量跳，再长高啊，加加加加。咱公司今年员工的年终奖金，我是建议会使比去年更加侪啦。因为咱的员工辛苦几年啊，佮加上咱公司的营运状况比去年更加好，所以哦，大家拢希望咱处长会使有较侪福利予员工啊。我嘛有这个想法啦，啊，我才找只时间佮你妈参详看卖，我是要比去年佮增加偌侪。多谢爸。啊对了，爸，迄个卢小小代表阿姆哦。一直在刁难我啦！以后我明仔载透早去迄小镇的花圃听伊花。唉，为着要救展宏哦，就算我搁讲哪无欢喜，我嘛是爱忍耐。这展宏客人安尼陷害，看来应该去影响到伊营造工会理事长的选举啊。啊，不过我搁较烦恼的是，惠平的案件明仔载就要开庭。阿你妈的态度，唔知敢会真正要放血平煞？啊，若无我烦恼，萧廷义也真正唔肯等咱下家。我等来。哎妈，小丽，来，先坐来吼。啊，你甲萧廷讲咧安怎？敢有顺利啊？萧廷对我的态度嘛是冷冷啊，啊，不过无参像之前遐尼歹面相啊。安尼听起来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啊，小丽，你是卖遐着急啦。而且妈妈有打电话来讲，叫我转告你，啊，明仔载开庭的时阵哦，叫你一定爱替惠平加讲几句好话，安尼小婷伊才会感动啦。我相信小婷伊会慢慢接受，但是伊亲生爸母这件代志，啊，总有一天伊自然就会当咱身躯边，甲咱团圆啊。妈，啊你是安怎样？你想代志啊？有一件代志我想无呢。我今日看到小婷甲方思瑶做伙去买婴儿用品。因两个的关系是大母甲细姨呢。奇怪，感情哪会这好啊？我真正想无。妈，你莫想伤济啦。因两个哦，十年前就是好朋友啊。
只是迄个时阵，小婷啊，唔知影讲方思瑶就是钟伟泽的看守。啊，即马哦，思瑶就参照姐姐同款，安尼照顾小婷，陪伴伊，对小婷来讲是一件好事呢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那安尼听起来，啊，小婷伊唔多阁加食，即会当照顾伊，安尼嘛是真好个代志啊。嗯嗯嗯，好喏。啊，恁大伯人哦，当然感觉好啊。大伯细姨公家翁，啊姐妹相称，啊恁一手揽一个，欢喜的是恁大伯人诶，艰苦的是大伯细姨。你咧想啥哦？卖当作我唔知哈。小丽啊，啊你嘛较拜托诶，你是搁想去对啊啦？我根本就无这個意思啊。卡苏妈，那是甲惠平阿姆安尼姐妹相称，和平共处，甲你做伙生活，安尼你唔对。吼，会死甲真歹看。恁大伯人哦，每一个拢想要做皇帝啊。人讲哦，甘愿嫁予大财卖仓，嘛无爱甲人公家翁。好啦，为着要满足你的心愿哦，我考虑。甲江惠平姐妹相称，公家翁，予你做一下皇帝，享其人之福。啊，不过，阮头一件代志哦，阮两个会联手，先甲你毒死，刷落来，将你的财产分分嘞。你要试看卖？没，我要哪有迄个胆，甲小熊姐的代志啦？啊，我规工干那要应付你一个，都已经真吃啦，哪个加一个？我跟过外队啊。来，啉一杯阿茶。今仔日踅街踅几下步，敢会忝？袂，有你陪伴伫我身躯边，我感觉足安心的。而且，难受你。我根本唔知要安怎去面对我的亲生妈妈。小婷，你试看卖，把心胸擘较开的来面对你的亲生妈妈。世间上哦，有真侪代志是咱无法度做主的，所以你拢要勇敢去面对啊。搁有淡薄时间啦，我会偷偷适应。对，关于我妈的案情。我想讲，我小研究一下，再去甲律师讨论。嗯，我去捧鸡汤给你啉。嗯。进来，探小，这哦是我看食谱学的鸡汤哦，来，给你。是啊。这鸡汤小坑的。哦。来，你看卖。钟伟哲九九行馆，建是违章建筑。你哪有这资料？阮十几下即马当在做一个强占国土违建的报道，我有请助理替我收集资料，只想袂到，这九九行馆竟然是其中之一。不怪啊，不怪迄个时阵，总会在用这么紧的速度，把一间小木屋起起来。是讲小木屋内底，伊除了想要金屋藏娇，敢讲阁有其他秘密？总会长。钟伟哲，你搁有闲打电话我？小婷，我就想你，我求你回来我的身躯边好不？我真正无你袂用的，你莫听方思瑶迄个查某人咧骗你，伊才是上苦的大骗子。你应该是天下的上无资格讲这句话的人。十年前，你骗我你结婚的事实，骗我跟你交往。十年后，你搁讲你失去记忆。
头壳生瘤，病到得要死呀！你是把我当作白痴？你这是天下的上大的骗子啊！我承认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骗你。拜托你，我一个上最的机会好不好？我会当手抓，我永远袂阁骗你啊！我袂阁讲白贼啦，我对你拢会坦白。我刚才求你回来我的身躯边，无可能啦！我绝对无可能跟你这个有某的人交往啊！请你以后莫再来找我。小婷，小婷，我会马上跟方思瑶离婚，我会给你和宝宝一个平分。伟哲，王思瑶，你人伫倒？是毋过甲搭档撞生老王做伙？我甲啥物人做伙，佮你有啥物关系啊？你毋是想要离婚？我想通啊，咱的婚姻是无得佮行落去啊。只要你赡养费存好，我随时佮你离婚。要离婚无问题，要抵赡养费。不可能！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摆什么情形啊？小婷给我挂电话，然后关机。连方思瑶，你嘛给我挂电话，然后嘛关机。钟伟强，那咱俩在创治？一定会气到不跳，不如咱就趁这个机会找伊的枕头，好好反击伊，让伊受到报应。你要安怎做啊？我要等于钟伟哲的身躯边。我要在伊的面头前，假使我还阁做爱伊，逼伊无条件签下迄张离婚协议书。安尼才会当帮助你赶紧离婚，离开一段痛苦的婚姻。要唔过小婷，我袂放心嘞。咱拢知影钟伟哲这个人有安尼恶习，有安尼卑鄙。假使你若是今夜倒去伊的身躯边，我惊伊会伤害你，我袂放心啦。免替我烦恼，而且你也知影，我安尼做。不是干那为着你，还佫为着我家己。我真无简单，才找到我的真爱，才不爱让钟伟哲来迫害嘞。我一定会做细致的，没有任何危险。要唔过好啊啦，你爱相信我，我会保护我家己，没有任何危险。赵医生，我会记你之前上惊鸟，我就唔相信我无法度逼你走。上佳的鸟。
竟然唔喊救命，是袂到你遮尔啊坚强。啊，不过我劝你莫阁演啊，嘛莫阁假啊，因为你的救星瑞丰无伫咧，伊去替我买药啊。水哪有人会惊？一定是受过无爱心啊啦！是讲隔壁王妈妈饲的这几只猫，实在受够巧的呢。闻到臭臭味，就会知影找狐狸精的麻烦。上介意闻迄猫仔草的味，这时阵就较歹控制。而且，因在家己的地盘，拢会攻击外来的，这嘛是真正常诶。你莫甲因计较哈，这嘛算是互你小小的教示。郭佳佳，你明明知影我惊猫。佫超过用猫咬吓惊，真正有够卑鄙的。赵医生，你佫继续待落去，我会予你知影甚物叫做疼。出几个，规块桌啊清气澹澹，空啰嗦。嘿，啊我送了了去读册呢，安尼去过转来，无煮到半项，啊迄两气也莫搁咧困咧款，袂用诶。亲家有甲我交代，有甲我拜托，叫我倒来甲因查某囝好好啊看家一下。恁祖妈有办法。安尼无够啦，恁祖妈有白招。要收了，那是我妈又搁在吊声了。阿姨大概哦，要唱关戏调的时阵，拢嘛安尼。即摆才七点四十分尔呢，哎，你去甲你妈讲，莫七早八早就伫制造噪音好无？我搁要睏呢。紧的啦，得紧起来讲。好啦好啦。紧阿妈有话，唱我大声，无啉一下茶哪会使？安尼作上阴道呢。妈，妈，啊！我头拄叫你，恁阿拢无甲我应一声。你咧叫我？嗯。我咧无咧叫你啊！我咧叫你妈呢！啊！你无代步一走走走走哦！你妈咧？还搁在睏啦，还是讲你那会起透早七点外，
伊就只哭鼎啦，吊声啦，你是创啥啦？戆囝啊！你戆到哪出，戆到哪走呢？我咧创啥？你去问恁母嘛。即摆几点啊？桌顶空啰嗦，无煮到半项，哈？做人新妇人安尼哦，睏到日头晒尻川，啊，搁伫咧眠床顶在要过来过去，这敢若有这个代志？你茫袂记得呢？袂记得早恁丈人爸讲啥？伊安尼千叮咛万交代，一直甲阿母啊拜托，讲叫我无论安怎吼，都爱好好啊甲因查某囝牵家一个。哎呦，啊我若无照做吼，我对恁丈人爸要哪交代？好啦好啦，啊，你要叫皮皮，你都用叫的就好啊，啊是安怎爱用一招啦？你都唔知哦，大家难为。我嘛想要去甲叫，啊，不过吼，咱若去共叫吼，会个人怨呢，会互讨厌呢，安尼人会生气了。啊，是讲哦，万捌看到迄落遐白目的新妇啦，哈，怣到即款呢，啊，煞毋知影讲哦，透早人咧灶脚，拿迄落当鼎啦，啊是前时咧起哭哭吼，就是大家咧叫伊起床啦，好意思困？妈，毋是啦，你无了解啦，啊，皮皮哦。伊平常时拢是八点准时起床上班，所以哦，伊无遐尔早起来啦。哦，伊平常时啊拢睏到八点才起来上班哦。哦，啊，不过伊这无共嘞，伊嫁翁啊，做人的新妇啊，对不？啊，唔干咧冲要嫁翁尔，冲要睏尔，家己唔多有准备。无准备做人的新妇，煮三顿拼厝来带囡仔，安尼也敢趁人嫁翁？伊即马无同款，入咱国家就是咱国家的新妇，一定都爱入咱的家教，对无？煮三顿，逐项拢爱会晓，惊影都唔通入土人间。啊，若要入门，家己都爱有准备。不是我这大家拍剃头哦，茫讲我拍座位哦，迄是因老爸甲我拜托的呢。啊，佩佩因爸爸，伊是原来讲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讲哦，咱都应该爱一步一步，慢慢啊加教，安尼才袂有反效果嘛。当你是捌啥？即摆是你咧做大家，我咧做大家，你敢有比我较内行？教新妇，伊今年几岁，我慢慢啊教。吼，我教教伊慢吼，我喙手好拍干。照我的方式来啊，恁祖嘛有办法啦，你点点啦，做人的心不着太多事。起来啊，起来得好。我入来饮一下茶。下，走。麦门，你今嘛哦，都赶紧去传早顿，紧点紧点。啊，对啦对啦，爸妈哦，再去拢食糜啦，哦。太太，你叫我传早顿哦，我自细汉到大汉。无洗过一摆米，你叫我穿早顿，我袂。你要煮，家去煮啦。等下，我要烘吐司，还佮有培根加蛋。谢谢老公。哎，无啦，哎，哦。你现在在做啥？啊，皮皮是啥？尻川无洗生黏，你连要碰伊哦，袂叮当哟。你在做啥？无啦，妈，你先莫生气啦。是我，我都想讲哦，替皮皮烘一个吐司。啊，稍等下我就入去替你煮糜啦，吼。你替伊烘吐司？吼，当伊都好脚好手，也无开脚破相啊，伊也是坐轮椅讲爱人杀啊，对不？啊，如果你替伊烤吐司，连咪要搁替伊煮糜？弄个退条条，皮皮啊，啊你踩在遐袂顶袂当，你敢袂记得恁爸爸是安那交代？哈？妈，啊烘一个吐司，毋是啥物偌严重的代志，
你敢有说这么生气？我哪有在生气？我这么讲话轻声细碎，对不？人家千金小姐，我是较假，我不是较怕的，我哪会生气？你即马替伊烤吐司是小可代志，但是后摆愈来愈变大代志。伊即马叫你烤吐司，你就烤吐司。连讲伊来甲你讲，伊要烤小鸟，你唔多爱去掠去合去合合只话来喊我吃，对不？卖母到尾啊，伊头拢无做，嘿，刷落去，连内裤你也都要替伊洗哦。哎呦，阿囝诶，你细汉的时阵，妈妈一直甲你饲哦，我嘛互你做半项呢，哈，你吼头拢我来替便便哦，你看我遐遐友好，把厨师当好恁母啊吃。呀，今嘛是安那？是老母较好还是某较好？你逐项拢替咧讲话。妈，嗯，你讲话哪会当安尼啊？今嘛是男女平等，就算讲哦，我叫展玉替我洗内衫佮内裤，嘛袂超过啊。哎呦，你这糟啊！你连这个话你也拗会落哦？哈，你怎么恁硬拗呢？哈，你敢讲两句啦？敢讲两句？谁做要减讲两句？我嘛无讲唔对啊！即马时代已经无同款啊！今年是民国103年，你俩准讲即马是日据时代啊！还佫敢甲恁祖妈硬吹硬气？恁祖妈互你气一个日据时代大家安那拍新妇，新妇安那做会这样子你？哈！你就是硬硬互摇头错楼。哎，妈，好啦，无代志啦，你来休困。落来啦！气死人！啊，都煮一个早顿嘛，那有啥物大代志？哦，啊，我甲皮皮哦，今嘛就入去煮早顿给你吃。啊，以后若阁有啥物问题哦，我一定叫伊改正。哦，来啦！阿哥有哦，你管教啊，一年一摆大摒扫，窗仔门爱饲，大窗爱洗，涂骹爱撸，灶骹爱平，抽油机啊，同款爱甲清五好势，我是会检查哦。啊，若用了无好吼，未过关吼，迄个鸟鼠啊、家雀、狗牙、狗骨锁吼，我会打电话哦。哦，走。啊，你敢袂记哩？昨暗恁爸来时是安怎讲的？他说今仔阮妈哦去甲恁爸斗，到时候没事咱。七，阿姆，你爱阮来，是不是玩一个彩虹道三杠啊？是啊。等你有代志要拜托我，我嘛希望你会当搞到三杠，大家有来有去，安尼唔才对。今日只要你替我做一件代志，我也会答应你的要求。阿姆，无问题。只要你愿意甲彩虹斗三工，爱我做甚物，我拢愿意。我嘛是，等我来。阿伯，你这花要种偌久才会当收成？哦，差不多爱五个月呢。啊，你一个人种，敢会足辛苦的？啊，当然嘛辛苦，做农的都上艰苦啊。是安尼啦，有一挂善心人士甲我反映讲，这个阿伯啊有花啊。啊，家己一个人整理这大片的花圃啊，真辛苦，所以我想讲来个斗三工。啊，不过全部拄好，我昨昏去做选民服务的时阵，这个手机漏掉啊。今日只好麻烦恁两个，甲这阿伯斗三工。阿伯。哎。老代表，你哪会来这？我是知影讲。阿伯家己一人种这尼啊大片的花圃啊，真辛苦，所以我今日专工托我孙仔子琪来甲阿伯斗三工。我要实现我一个人当选，全家口啊拢替民众服务这个理念，我永远拢徛在民众这边。啊，是啦，阮阿姆是一个讲话算话的人，是阮这款时势还是个好模样。子琪。无你留在遮替阿伯整理这片花圃啊！阿伯，咱来去外口继续种啊，遮留予因少年的来处理就好啊。来，哎，各位囡仔朋友，咱来外口看阿伯种花。
阮阿母根本就是一个标准的政客，人前讲一套，人后做一套。伊什么时阵这么关心老百姓啊？伊叫咱来哦，根本是替伊作秀。不要紧啦，就当作是甲白打三工就好啊。刚看到一尾蛇穿过去，应该是被夹着。啊！我看麦，我看麦。啊！哎呀，真正真惊呢！袂啦，马上要把这个图揭出来啊！哎，先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啊，若无我今日处理我的工作，你嘛有代志。电话会卡，啊，不过你那个图嘛是要处理啊。阿伯，谢你哦。这不好行，各位记者朋友，你们要小心哦。刚才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阿伯的回报啊，真正足水的吼。我希望你大家当跟我同款，做伙来守护阿伯的花园，好不？啊，嘛要拜托大家替阿伯多多宣传，让更多人会当来买阿伯的花。来，各位记者朋友，请阿伯来小心哦。故意嘛，说你哦。这个效果应该袂歹，对我形象应该加袂少分，而且佫收你着谢子琪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帮拉兼洗裤。桂芬啊，妈，阿弟奶奶，我听子琪讲的啊。阿弟奶奶，子琪在家。子琪甲我讲，伊来找你斗三工，要帮忙客展房。我咧想讲，伊你的个性，哪有可能遐好讲话？妈，那你嘛知，我的头家是JR集团的杜月峰呢。啊，这个就因为工会理事长的代志，伊去甲客展房相拄着啊，啊，两个拢唔肯退让啊。啊，这个佫因为客展房走私毒品去互掠去关，对阮头家来讲哦，这真正是天顶掉落来好康呢。啊，我若是想办法去把柯展宏救出来，那咧对阮头家来讲，我毋就等于是白骨，安尼敢对？啊，你既然无要甲斗三工，啊，你搁叫子琪来创啊？你咧戏人伊哦？啊，子琪人即嘛咧？在遐啦。你缀我来去，我爱你亲嘴甲讲互清楚。我是叫伊做好代志呢。子琪啊，你咧写创啊？阿嬤，我叫蛇咬到啊！哎呦，蛇咬到不是安尼处理的啦！哦，来，阿嬤这位君吼，放起来。啊！拄则我已经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应该马上就来啊！好，阿弟扶起子琪吼，去外口等救护车，阿嬤随过吼。什么年代啊？吸蛇都搁用嘴，毋是伫搬古装的讲，人在看面就知。啊，搁徛在遐拍哪俩？子琪万一若是安怎，我绝对就当伊甩，闪开啦！哦，你还会衰到落脸呢？家己叫蛇咬着，跟我什么时代啊？小妈一定要找我算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。找一下讲法，干嘛安大好势？谢先生，你做回诊了，已经无虾米问题啊。等以后啊休困，照医生的指示就用啊。啊，阁有小姐，用嘴吐舌吐出来，这款的方法唔是正确的。若是嘴内底有空嘴，嘛真有可能会中毒，真危险。请你以后唔通安尼做啊！我只是着急，无想遐尼济，所以唔在。何叔小姐，多谢你的提醒啊！
等下还会记得去立钱领药啊。阿伯，你有感觉你的嘴唇安尼即马麻麻，即马真甲你袂输，敢若你袂烟呛嘞？啊，不过安尼看起来较性感嘞。我的嘴安尼肿起来，拢是因为你呢，当你给我笑你。小物件吼，当是为着叫你唔知安尼，你搁甲笑，我怪人的生气。阿妈，多谢你陪我来看医生。我应该是无代志啊！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应该要回去啊。我规暝拢伫咧外口，无回去照顾姐姐。我惊讲哦，阮家迄个歹查某郭佳佳会甲阮姐姐欺负咧，安尼就害啊啦。阿妹，无送你回去啊。唔免唔免唔免，我会当直接回去。而且平日外口唔少公车站，遐有车会当直接到阮哥因家附近啊。所以阿妈。子琪哥哥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阿妈，这个阿伯拜崩拜，也唔过伊个心肝真正足善良个呢。我看伊一个查囡仔，逐天安尼无闲来无闲去的，真正替伊感觉足烦恼个。人这查囡仔安尼生得水水啊，你叫人阿伯，啊你这技术有影吼？歹势啦，我着叫惯势啊，一时改袂过来。是讲这恩恩吼，嘛介古锥呢。啊，不过我也是感觉迄个雅欣吼，介你较素皮。哎，啊对啦，啊雅欣足久无伊个消息了呢。啊，最近是无用啥物嘿。阿妈，雅欣就是曾卡个厝哦，有代志啦，伊转去斗相共啊。哦，啊是啥物代志？你无陪伊倒转个，啊嘛是去甲斗相共啊。啊，是讲吼，连伊来转来时阵吼，你上来吼，阿妈看看咧。好，我知影，等雅欣转来哦，我一定带伊过去，甲你看看。好好好。啊对啦，阿妈，你拍人阿姆哦，叫我安尼无闲半工，我唔知影伊是毋是真心要甲丈夫斗相共啦，所以麻烦你搁来提醒一下，叫伊哦，一定要小心哦。会啦，应该是会啦。啊，等你甲做安尼，伊一定甲斗相共啦。啊、是讲，这插政治的人讲的话有几句会听的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你唔通想过唔忙啦，啊，无到时吼，皆失望的。阿妈，歹势，可能爱麻烦你，家己坐客运车转去，我阁有代志要忙伊啊。哦，对啊，阿妈，下晡两点，惠平阿姆的官司要开庭啊，所有的人拢会过去，你嘛爱来哦。会啦，会啦，我会去啦。阿妈，拜拜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这囡仔吼，真无定着呢。啊，什么时阵再像是大人同款，哎，才会顶到呢？啊，煞袂记走雨伞，是直接冲去公车站。要是阮转去病院，就一支雨伞。嗯。哎。哎。我很晕哦，就看到一个矮个肥个短个啦，要么想要冲，搁巴久。想要唱歌巴鼓，袂输甲你跳舞嘞！你是毋是丢丢要冲去对面公车站？子琪哥哥，你早起才创啥啊？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我头拄仔听到单位讲，我毋敢想讲走出来甲你关心。啊，不过你也无走雨伞啊。仅仅只是一个人哦，变作两个人压迫尔。对吼，我一定是中毒伤深，唔知变啊甲你同款安尼无头绪。我头拄仔应该伫咧便宜便利商店买一个雨伞才对。相公，避雨一定要雨伞。来，
受伤安尼，用走无好啦。喂，你敢有听过人因为走两步啊就死去啊？卖啰嗦啊多啦！伊秀即马破病哦，嘛需要人照顾，所以我袂使让你破病。等等哦，我算一、二、三，咱来冲！喂！喂！啊，你那个戆神戆神徛伫遐，行！老师讲过，这个 case 只有爸，伊一定会想办法，让你的惠萍妈妈平安无代志忙出来。啊，若是你亲生妈妈社家那边，伊嘛已经施出善意啊，这个 case 一定让大家拢有一个真满意的结果。我知啦，燕哥，难免也是紧张，你别烦恼，你即马吼应该。你的手要这么冰啊？啊，是不是衫穿不够？来，我有件给你换。唔免啦啦，非得我本来体质较惊冷啊。这几年，我妈拢有抓中药在替我调整体质，也毋过，因为这段时间伊在防寒，所以我就变甲搁较惊寒。也毋过不要紧，非得两面要够啊。那也不要紧。你即马不是一个人哦，你巴肚内底阁有囡仔个，你放心，你妈妈无伫你身躯边的这段时间，我一定会替伊好好照顾你。啊，你有看袂惯无？当天吼，我才抓姜母茶给你啉，好无？七早八早，就予你妈妈叫起床。我今嘛哦头就疼，等下哦，你再买一杯咖啡。知啦，我会替你买。啊，稍等下哦，你着踮车顶阁小睏一下。你嘛毋是毋知影，我伫咧车顶根本就无法度睏啊。我若是逐工哦，予你妈妈安尼修理，我是毋是逐工拢毋免睏啊？你讲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好啦。我想办法哦，搁甲阮妈讲一下，啊，你着搁忍耐几工啊。搁要想办法？你除了讲这個，你搁会晓讲啥？人家若是拄着代志，拢是我伫遐处理。你拢坐伫遐，你还计定定？害人拢我咧做。哎，我伫遐甲你讲话，你拢无咧听哦。莫逐摆我甲你讲话，你拢伫遐神游好无？毋是啦，你看。伊两个，行。表姐，恁两个到最后还是结婚了嘛？婚礼一天真正足热闹的，唔呐人也来啊，连鬼拢到。恁两个哦，真正是一段金童玉女的良缘。你，
小姐，我若是无看唔对，你边啊这位，敢那是伟泽哥伫外面的女朋友？你真正让我感觉足意外呢，竟然甲一个小三的感情这么好。原来你是表姐夫的小三哦，表姐啊，我真正是想无呢，你声声咕咕讲我是展玉甲中山年的小三，那你即马是咧创啥？对你家己的小三就这么好，对我就这么歹哦？你真正是双重标准的吼！小婷当初是因为钟伟泽去骗伊，伊才变作是我婚姻的第三者。要过伊自头到尾，根本不想要破坏我的家庭。啊你，你用尽手段来伤害珊妮，参像你这款小三，根本无大家人同情。我保护我家己的爱情，有啥物唔对？展玉甲钟珊妮已经无感情啊，钟珊妮无愿意放手，才会出代志。搁有啥物期待啊？你哪会当拢怪我？我无想要甲你冤。我问你，你捌问过我，是安怎我敢若可肯你放弃柯展玉？我家己煞无愿意放弃钟伟哲。即摆我选择啊，参像钟伟哲讲笨手，我放弃伊。叫我柯展玉这款人，你敢敢要滴？施小姐，你家己的婚姻敢袂落去，就爱全天下的翁仔某拢离婚。你安尼做，敢袂想过别个啊？搁再讲，你若是安尼做哦，被苏伟泽哥真是感情中不被爱的第三者，可怜啊！你免提这拍哪俩，即马是皮皮讲，伊搁会听你的话，要唔过搁有我句哦。你上好嘛会抓到李静华的枕头，啊，若无我警告，就算讲你是个囝婿，伊嘛赶快处罚。我伫咧病，我咪好好监视你，免想要作怪。表姐，我看吼，你是超工要修理展玉，我真正是看无呢。你怨恨天下间所有达波人，你若是甲钟伟哲离婚啊，钟珊妮甲你有啥物关系啊？你替伊出气，一个做坏大个哦。我替珊妮出气，甲伊是毋是我的小哥，这完全无关系。我甲珊妮本来就真好。今仔日伊受了委屈，就算我伊的亲哥哥歹替伊出气，我嘛赶快替伊出头。卡叔，好，我查着，珊妮的死甲你有关系，我绝对袂放恁走。小弟，咱来走。方思瑶伊今摆刚叫你要大声，啊，毋是咧哭死，有恁爸互伊看，伊根本都无甲你囥伫间内。你想看卖，哪有便宜的千金，得囝一个主人的道理？不一定哦，我才是责任便宜的继承人。伊若要摇摆哦，就去摇摆啊。到时阵，阮爸爸甲权利交互我，头一个。我要对付的就是方思瑶。佩佩，等我把这里便宜一笔无文掌握起来，我也把这里便宜变作是曝光率上高的便宜，创造更加好的业绩，让恁爸对咱两个刮目相看。安尼到时哦，凡是恁爸都会愿意把权力慢慢的放互你，所以啊，咱就要赶紧进行才会。我已经说服阮爸爸，给你表现机会。方思瑶即摆态度大众硬，
坚持唔肯让步，我一定要抓到伊甲 Dr. Jones 搁较清楚的同甘见骨，才会让伊个落地下学着钱。无即马是安怎，拢无礼貌，无卡问就要落。哎，你莫搞我讲究遮个啦，伟泽哥，我问你，即马投资的情形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敢有得谈？我若是无光景了解，我袂当放心。有我伫，你是干啥？你找拢进行啊，真顺利。啊，不过你咧丢红包，疑心病是有够重啊！前两天搁找会计师来跟我对账，你若是三不五时，都来找我查账，我要运作时间就有限。我讲你刷落来，我不管做什么代志，都要较小心、较快速才行。金党的这个人哦，做代志这么细腻，你投资的钱，敢会去给赚到？我投资所赚到的钱，拢藏在我私人的金库，金志林绝对找无，你来放心。啊，不过金志林这个人哦，会当有金那里的地位跟水啊，可见伊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伊一定有伊厉害所在。啊，你起码把钱拢藏在家己的名下，都要更加注意。若是让伊抓到一个破绽，你就全部拢输了了。你妈藏在我的名下，你是咧烦恼啥？啊，无藏在你的名下，敢会较安全？卖袂记的，你才上顶甲上厉害的人。卖抓准做驸马爷，就会当好食困啊！我看恁丈人帮你哄你，才袂输咧哄贼啊共款。卖向我计步啦，较巴结咧，赶紧得到人的信任。啊，若无，你想要管理这林病的医美部门，我看一个歹。归去啦，等去做你的大医院小医生好啊。我是不是会当得到我丈人的信任？一定要靠林某方思瑶，伊的手势也好管啊。啊，不过啊，我看你今麦敢那是无法度甲林某安大好势呢。伊今麦对你真感冒，而且搁甲你的小三行共过，两个人哦，行伫路的手牵手，袂输咧好姊妹啊。李小鬼，小鬼，我不是李小鬼，好歹你跑我看嘛。伊两个这么感情，真正超好，啊，唔那是好，搁真亲密。真正是哦，比亲姊妹啊感情搁较好嘞。方思瑶这查某人心机真正有够重的，昨年真正去小婷，就是为着要查我的底牌。妈，今麦小婷是暂时会骗去，来当作好朋友尔。是哦，哼，那恁这个江小婷搁真好骗。先给你骗，啊！今麦阁给林某骗去，真正是人看唔惊，啊鬼看得流流去。伟泽哥，你真垃圾呢！抢女朋友嘛，抢上你的某，啊！真正是哦，甲全体查甫人的面妆笑了了啊！以后哦，别人若是问你讲，哎，你是安怎死乱的？刚刚你袂讲，啊，我女朋友给阮某抢走啊！啊，无错。我想见方思瑶要接近小婷，一定是为着要跟我拍离婚的官司。伊希望只靠小婷会当徛伊边替伊讲话，那你就当证明我伫婚姻中无立场，徛袂住。放心。由于王牌，我嘛我会作证。我早就开始收集方思瑶偷鸡的证据。我相信这两个人绝对是有关的。就莫让我抓奸在床。但我抓到方思瑶要跟我通奸，就无这么简单。我除了会随和消停，莫过于怪气。
顶多要过方思瑶同甘。安尼死搞，方思瑶就必须要花一笔赡养费。我唔哪会当顺利离婚，小婷阁会当回来外省。原来恁阿母哦是个人生个人的，安尼嘛好啦。啊，看恁哦，什么人会当拍赢金牛离婚的官司？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当然是徛在你这边。救出来，小婷，你这么有心，唔通太激动，爱我照顾家己，知影无？阿姨，我有找到陈老崔这款 case 的律师来替你判官司，咱的压力真大，你绝对要有信心，袂当放弃希望。嘉世明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安尼，不时跟我跟小婷斗相共。小婷，庄会长，你又搁来要创啥？你即马是咧创啥？你伫咧我面头前，甲别个查某囡仔扭扭拉拉，你到底有偌好？这个大母囥伫咧眼内无？你莫袂记起咯，你还袂签离婚协议书？今日是阮女朋友的大日子，我当然爱陪伊。难道是你？你这是骗子！你用朋友的名义欺骗小婷，伤害小婷，你才无资格出现在这。我是不是有资格？不是你讲的准赌神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敢跟我袂来，我直接去告你这个爱情诈欺犯，把你关起来。我甲思瑶两个人是同病相怜，和你这爱情的骗子欺骗遐尼久啊！无你搁要安怎？是啊，卖菜，今日来。小婷啊！
小婷啊，阮会尽全力甲惠萍斗三工，让伊当平安交保出来。总长，小婷无需你这笨手来甲关心，你有阮这挂厝的人关心就够了。你叫闪啊！走啊你！子轩，慢点走。徐丽啊，咱来是好好啊，甲惠萍斗相共。我相信小婷，伊会体会着咱的心意。小婷，你先入去啦，有心的人哦，卖伤痛。请本案原告来头前说明状况。当年江惠萍确确实实有将我的查某囝救起来，但是伊无将查某囝还我，伊把我的查某囝带走，害我的查某囝将绑架伊的罪犯当作是家己的亲生妈妈。伊安尼做，对我这个亲生妈妈来讲，是偌残忍、偌痛苦的代志。你予人怪一世人，你嘛无法度弥补你对我造成的伤害。小丽真是累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是我做伊有阴德，你嘛遐尼啊激动，安尼对你的身体无好。被告，请注意你的情绪。张律师，请你唔通受过激动。你还可以当继续说明状况无？这拢是我以前的想法，但是我看到江惠萍，伊对我的查某囝所付出的爱心和照顾。我嘛是做人的妈妈，我会当感受到伊失去查某囝的痛苦。伊过来遐尼用心照顾大母的查某囝，真正予人同情，予人感心。为着我的查某囝，我愿意原谅你。我相信江惠萍已经受了教训和听话，我希望我哥会当重新亮起，放江惠萍一条生路。请被告江惠萍来头前说明状况。那个时阵，我跟李谢天祥、跟张秀丽婚姻做第三者，
其实我嘛足痛苦的，我嘛知影总有一天我一定得到报应。想不到，这个报应竟然是我目睭金金，看我跟你亲生查某囝去让水流去。我就忘乎我家己的，应该死的人是我，不是我的查某囝。后来，我把小婷救起来，送去病院了后，本来想要离开，不过小婷把我的手牵条条。要是无希望，我离开的身躯边，我看到对我笑，我就真心爱着这个查某囡仔，所以我嘛行袂开脚。后来我就做一个决定，我想要甲伊留在我的身躯边，甲伊请养大汉。应该是讲这段时间是小婷陪伴我，弥补我一个失去查某囝妈妈悲伤的心。小婷，多谢你这段时间安慰我一个查某人。你生这么好的查某囝小婷，我真正就是累，因为我的私心，把小婷带走，害恁过着婚礼。所以念这，我搁一届就心痛的，把恁所有的人害死嘞。妈，你莫安尼好不好？那不是有你，无你较有早就已经无活在这世间啊！小婷，先坐落来，莫影响到我陈述。我承认我的罪行，我嘛接受法官对我的判决。我希望我做错误的代志，会用付出代价，安尼才会当向社家一个交代。即摆先休庭二十分钟，等本席讨论了后，将会对本案做出一个判决。案号 D00866号，江惠平绑票幼童一案，被告江惠平犯罪了后态度良好，加上得到原告的谅解，本席决定判江惠平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，缓刑五年，并且可以当庭交保，退庭。是月亮的目屎，海条条。
本席决定判江惠平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，缓刑五年，并且可以当庭交保，退庭。会去顺利交保，真多谢你！交找律师替我拍官司，你的文件哦，我含小婷永远会放在心内。唔免这么客气啊，小婷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。说讲才好，也不过我是真心要跟你说一声，多谢。只要你欢喜，安尼就好啊。妈，奶奶今天等啊。家就可以帮你回来做。妈，你别遐尔艰苦啦，小天的态度已经放落软啊，过后一挂时间，我相信一定会想通的。小丹，刘总，多谢您这个给小婷斗三工，可以完成心愿。我相信在伊心肝内一定足感动的，您放心，伊绝对会等伊下家，等伊练成功面。总会做，你真正足敢讲的呢？你俩准讲俺未使交保，拢是你的功劳啊！歹势，这个跟你完全无关系啦，莫想要讨公道。妈，阿妈，咱来等。即卖上个重要，就是赶紧解决方思瑶的问题。安尼，小婷才会当回来我的身边，我嘛才会当为夏家学到好处。阿姨，过火了，去学运。我准备滴下面线，要和你过运。我即马去捧哦。就是你，真多谢你，安尼载我回来，啊实在和你足麻烦的。免这么客气啦。妈，哎呀，看你平安回来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你安尼有心哦，搁为着妈妈的代志安尼四处走走，是快乐是你。一点无辛苦，哪甲你为我所付出的一切比起来，我做这一点点仔代志根本无算啥。迪卡面线来啊，我请你吃。阿姨，吃迪卡面线，好运来，歹运散。多谢。
方思瑶，你来伫遮。钟伟哲，我这要问你，是安怎搁走来江小婷遮？你是不是暗算要伫我背后，搁甲伊偷来暗去？我甲你讲，你免想想啊。无论安怎吼，我就是要徛伫恁两个人的中。 方思瑶，你乃唔爱检讨一下你家己啊？是你无才调，管好家己的红事，害伊伫咧外口，佮别个查某乌白来。这是要怪什么人？贾思明，原来贾思明是钟伟哲的牵手，爱拄则变面，佮小婷两个人有讲有笑，想怎钟伟哲一来，两个人就跳过伊避免。啊，江小姨。 你真正无药通医啊呢！亲像钟伟哲这款笨蛇吼，你搁要捡起来做资源回收，你乃要想看卖，是啥物人咧替你四界找总找律师，甲你骂救出来啊！方思瑶，这一切拢是你家己的问题，你根本无资格做小婷好姊妹啊！就是啊，假做你甲我是好姊妹来接近我，真正让我感觉你这个人实在是作恶极。 若是会用的，我希望我只是让将来不识你。伟超，你敢愿意原谅我，等下跟我继续做伙？可是你的答案若是愿意，那我拜托你赶紧离婚好不好？我无想要做一个人看人配乱的狐狸精。 不过，你若是做袂到，那你的规矩，甲恁迄个方思瑶两个人手牵手，等于恁家继续做恁无奈的翁仔某，莫阁出现伫我面头前啊！即马，就请恁离开。小婷，走啦，敢唔走？出去啦，出去啦！我来，小婷，我走，保重你家己，你给我保重宝宝。小婷。 小婷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原来贾思明就是方思瑶，啊，恁两个拄则伫总会做，还袂来进前，都感情还好好嘞，啊，哪安尼相互冤家啦？无毋对，思瑶就是为着因太太。 也毋过，阮两个已经甲代志拢讲互清楚啊。阮拢无互相怪对方。毕竟，阮两个伫这段感情内底，拢是受害者。嘛，因为看清楚钟伟哲的真面目，所以阮两个嘛变做好朋友，互相扶持，互相斗相共。毕竟，查某人本来就应该互相斗相共。思瑶看起来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 思瑶，你毋是赶紧要离婚，莫丢丢啊！赡养费传好后，我就顺你的意。你毋是讲过，啥物人着急要离婚，啥物人着爱付赡养费？看起来，即摆你比我更加着急要离婚哦。那安尼，应该是你爱给我。哎，我给你赡养费，哪有啥物问题？500万有够无？ 无够，我会当搁天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敢搁对我起脚动手，我就向警方申请家暴你。小咪咪，这爸爸有什么代志？ 妈咪的电话卡袂通哦，无要紧，妈咪电话边啊，你甲伊讲吼，稍等一下哦。
小妹妹，妈咪电话先挂断，稍等下，我再用我手机卡给你。钟会长，我伫你的手机内底安装手机监听程式，看你到底想要变什么吧。小妹妹，你找妈咪有啥物代志啊？妈咪，我叫小丽安呢，你不是要来英国看我？竟然讲话那无算话啊！是啦，妈咪嘛就想要去看你，也唔过最近我甲恁弟弟有一挂代志还袂处理，等妈咪处理完，我一定会随飞去英国找你，好不好？真实的，你要等来台湾，好，你等来时阵甲妈咪讲一声，我去机场接你。OK， 拜拜。你有听到无？林浩生要对英国倒转来。莫讲去别位去，我即马上届希望就是甲你这小查某赶紧离婚。方思瑶，莫阁拖沙，要离赶紧成亲的。钟伟哲，你到底是安怎做人爸爸的啊？十年前是安尼，十年后你有我们顾虑着小妹妹的感受。等小妹妹倒转来，这边我袂搁替你暗砍啊！我要让伊知影，你到底是啥物款的真面目。Hello, Dr. Jones。无问题，我阿公哦已经来安排时间。好，你放心，咱保持联络。你搁敢讲我？明明是你这妈咪先偷食的，你甲 Dr. Jones 假治病真偷情。我看我这应该让熊 baby 知影你真正的面目。这就是你偷食的证据。敢偷吃就应该唔惊人偷窃啊！而且事实证明，恁两个确实有暧昧关系。啊，若无相片顶面，恁两个关系哪会这尼啊亲密？你是唔通甲我讲，迄撮国际礼会笑破人个嘴？钟伟哲，你有才调，你两敢在城？啊，若无，你就莫有白乱讲话，中伤我。再过三天，我巴肚内底囡仔就满一百天啊！我希望会当用这个离婚证明书来当作是送伊礼物。你知影佳佳有派人来跟踪我无？我也是较细腻，较透毒。你若真正爱我，那恁许紧签签的，会出你实际行动证明你爱我。爸爸，你要回去啊！三妹，三妹。我探听到一批要出清的医美器材，会当用蜡像的技巧买落来。只要在我这手机内底有安装监听程式，安尼应该会当偷听。到时，咱就用原价甲便宜报价请款，安尼咱就能赚到中央迄四成的差价。看到你的眼神，我看袂到惊，连都看到我的思想，你的思想真是假的。你还好无？我是知影，你总是对我这么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也是我心甘情愿。
方思瑶，他不就是？今日总算我两杆在此。痴情。